去吧，一会儿座儿丢了啊，快去。嗯，上回就是有人来座儿丢了啊。谢谢啊，可以了，快回去吧，差不多了啊。你那座儿也丢了啊。嗯、刚才高峰，嗯，栾云平唱的这《数来宝》。对了，让他俩人休息休息。嗯，换上我们俩人来了，再说一段。这听相声啊、嗯，最要紧就是这个啊，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图个乐。而且这俩人合作很重要。哎，要默契。我们俩，我打十六七认识他，合作到现在，嗯，真开心，高兴是吧？跟我亲哥哥一样，这关系好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嗯，比如说我在后台，哎呦，坏了，嗯，谁有充电宝啊？哦，充电宝没有。人有人听见也未必识茬儿，哎，不愿意搭理的，就是于谦儿，嗯，我有。于谦儿可能跟那正扎针灸呢。我什么毛病啊？我没事儿扎针灸玩。于谦，哎呀，受风了，难受啊！找一扎针灸的师傅在后台正给于老扎针灸呢。哦，于老一丝不挂跟着趴着。我这是扎针灸还是要砍头啊？这是。你要不说我都忘了。我记着呢，穿一裤衩哦，你们现在不是捧你吗？真白。哎，对，这您过奖。哎，这穿一白裤衩跟那趴着，哎，白的一块了。身上三万多针，好家伙，改刺猬了啊！于老蹭起来，嗯，我有，嚯，感动吧？嗯，真感动。一摸，又坏了，没在家呢。得，于老推后台门往家里跑。我带一身针往家里跑，一身的针，穿一小裤衩往家跑。呵，一出门下雨了，啊，打雷。嗯，打雷，怎么又啊？行了行了，干嘛？我还不如钝刀子杀呢。这雷就劈到于老身上了。啊，一身的针呢。那是啊。啊，我该劈起来了。嗯，还往家跑，还跑，掉沟里了。哎呦，打沟里上来还跑。嗯，来个车，砰！哎，啪，摔起来还往家跑。我真金摔。哎。到家，嗯，到家拿充电宝，哦，顶着风冒着雨迎着雷、啊、又回后台。好，进门，嗯，给你取来了，我这个眼泪就得哗哗的。嗯，接过谦哥的充电宝，这是用生命给我拿来的充电宝啊。容易吗？接在手里拿充电宝，把线捋出来啊，插在我的充电宝上。你缺德不缺德呀？不是手机没电了，是充电宝没电了。可是手机有的是电。哎，这当上，这是一个形容啊。啊，只有于谦儿能这样交朋友，这叫为朋友两肋插刀，没有这么好的人了。哦，正人君子还可以。这么些年来，于老师连洗头房都没去过、嗯、这叫什么评判标准呢？您现在啊，可能也没有洗头房了。对，20年前，嗯，那是一个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业余活动。哎，谁说的？那叫业余活动。一个小房间，有玻璃、嗯、有一小门，点一粉色的小灯、哦、是里边坐一个大姐姐。嗯、哦、她说她是美容美发的。嗯，你把她那屋拆了连个梳子都没有。嗯，人家不用那工具。那么很多相声演员都爱到那个地方去采风。这采风因为便宜。哦，于老师没去过。我不去。他从那儿走能走过去。嗯，非得里边大姐敲窗户喊他，还叫，噔噔噔，嚯、哦，玩会儿嘛，嚯、哦，谁玩谁呀、啊、这个、嗯？怎么这么粗的声啊？这个，谦儿走过去能吓一跳啊！嚯、哦，多少钱？这别问价儿，都这样还问价儿呢还？我认识说相声就俩人没上这地方去过，还有一个是谁呀、啊？那个人叫孙越。哦哦，我知道，跟岳云鹏说相声那个胖子。对，孙越没去过，他也是正直，进不去。哎，这门太窄。对，他让人家出来，人大姐不出去。啊、嗯，人说我们这行没有露天作业的。这什么乱七八糟，什么词儿啊？这是事儿虽然不大啊。但是看得出来于老师是君子，反正人还正直。跟嫂子结婚之前，嗯，只交往过一个女朋友，啊，这很正常嘛。
厉害，不容易啊。那是啊，不容易。是那个姑娘我们还见过，您认识，叫彪子。对，我女朋友叫彪子呀，叫彪子啊，小脸蛋挺好看。是吗？那小脸蛋要整容去，2块钱就够。那还不错呀。1块钱坐公交车去，到那儿大夫说弄不了，1块钱回来。嗨，这2块钱花的这冤劲儿的。身材也很好，身材还不错，就是有点罗圈腿。罗圈腿不算包贬，罗圈大发了一点，穿上衣服能褶，穿着旗袍腿在外头，呵，这褶不了，坐汽油桶上了。这个背着发动机就是一辆车。好家伙，谦爱的都不行了。我还喜欢这个，爱他。哦，我还没玩过独轮车呢。哎呵，我这猎奇，这是俩人。那会儿俩人坐那喝奶茶的地方啊，一人一大杯黑珍珠奶茶啊。那时候讲对面而坐，俩人能看一下午，我就喜欢看他啊。嗯，嘟，这是喝呢，这是吹呢，这有一大吸管吗？嘟，在那玩呢。彪子看着他啊，掐，还好嘛，刚打洗头房回来吧，这位怎么全这声啊？这个掐，哎呀呵。别这么吓人，咱细点声。俩人高兴，嘟啊，一吹这个呛着了。哟，这点黑珍珠啊，顺着彪子那鼻子眼就出来了。啊，噼里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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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恶心，满桌子都是啊，把谦儿乐的，我还高兴呢。嗨，别捡呐！哎，嘿呀呵，别，谁逗你玩了？多恶心呢，这个。彪子看不了了，恶心了，夺门而出，人家跑了，谦儿赶紧追，我得追回来呀、啊，把门夺回来。彪子抱着门跑的呀，我说夺门而出呢。彪子只是于老师生命中的一个过客，就过去吧，过客也是客，该接也得接。嗯，我这接客呢。嗯，到后来遇见嫂子了啊。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老话说得好啊，俩人结婚了啊，天造地设，我们不错。真的，刚才后台换衣服，嗯，换演出的服装，于老师一脱裤子，我都感动了。脱感动什么？跟他媳妇俩人穿的是情侣裤衩。嘿，你先等一会儿。嘿嘿，回来。您跟我说说，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现编呢？高峰跟我说的。哎，好，就瞒着我一人呢。啊，就说这意思，俩人好，就是好就行。到现在，谦哥开车带嫂子出去啊，谦开车是媳妇儿坐在这个副驾驶上，是媳妇儿偶尔还敲敲窗户啊，嗯，玩会儿嘛。哎嗨，习惯了他这个。没有。啊。车一到站，无论停哪儿，啊，于谦别动啊！怎么？于谦下车到那边拉车门，啊，这绅士啊！拉车门让媳妇下车。列位，嗯，在停车场你们看，哦，这个男人主动拉车门，只有两种可能。哪两种可能啊？第一，嗯，这个车是新的。第二呢？第二，这个娘们是新的。哎嗨，反正得有一新的。嗯，人家俩人就这个感情感动，让人感动。就。都挺好，真的。包括有时候，哎呦，我遇见点什么事儿，工作上的不顺心，或者因为什么心里别扭，嗯，谁也劝不了我。哦，只有嫂子，是，只有他媳妇儿，我多别扭，哎，去一趟，嫂子一定会说服我。怎么那么别扭？这话听着，行了，你这怎么意思？就说这个意思啊。有时没事儿，爱上他们家去。哦，爱上他们家去，因为什么呢？有时候跟谦儿聊会儿天，嫂子给做点好吃的，是，要不然瞧瞧老爷子，瞧瞧老太太啊，瞧瞧老人。老爷子是一般不在家，干嘛呀？他爸爸一天到晚出去玩去，哦，喜欢玩，出去洗头去了，找洗头房。我不去，给他省着呢，合着呢。老太太是老在家啊，有时候我愿意去看看老太太，是吗？打这儿过一会儿，于谦的家啊，是，敲门吧，嗯，啪啪啪。啪啪啪，你就不会多敲两声吗？一下啊，他们家的门铃设计就是一摁就是啪啪啪，什么门铃这么设计啊？一敲门，打里边一听声音就是他媳妇出来了。你怎么知道？一边走一边唱啊。啊，他好唱。
三那月的这个桃花开呀，哎哎哎哎，情人郎你也老没回来，哎哎哎哎，解开了香罗带，我是露出了兜兜来，脱毛裤，哎呦，怎么还毛裤都脱了？一开门啊，嫂子啊，她来了，嫂子穿着个超短裙儿。这什么时候穿超短裙？哎呀，说超短裙能短到哪儿去？不短吗？哎，在锁骨这儿。哎啊，那不是超短裙，那是假领子，知道吗？上边在这锁骨的上头。我问下头，在锁骨的下头。嗨，还是那么长吗？嫂子您好。哦，谦儿呢？问我。你来的正好。是吗？刚走。刚走啊？那叫正好啊。哦，老爷子呢？哦。洗头去了，哎呵，老去啊！哦，我瞧瞧老太太吧，这应该的。你妈跟我妈是一样，那是。哎，平房，咱们家住平房，哎，小院小院进来，老太太在这屋，哦，上房屋，正房，一拉门，哟呵，怎么？嘿，怎么了？这个老太太不是一般人，怎么就不是一般人？坐那儿弹钢琴呢？哎，我们老太太会这手，老太太。嗯，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挺整齐，有文化。老太太跟这儿啊，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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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我爸坐猪圈里弹钢琴的吧？猪八戒才这声呢，这出来。我也不懂，反正弹钢琴了呗，哈。啊，把弹弹着吧，就弹着，反正我在后边等着。嗯，哎，咚。老太太弹完了，一回头。是，哎呀，还是猪八戒，带猴来的这是。老太太看见我了啊，兄弟，这等会儿，越来越不像话。我妈叫你能叫兄弟吗？你这个耳朵有问题，我听错了吗？老太太说，吓我一跳。我说是谁呢？德刚来了，那天还念叨，我说这小子怎么不来看看我呢？他们说你忙，这念叨念叨你就来了，快坐下吧。这么几句话，你听成了兄弟。我这耳朵要不要不吃劲了？什么都能听错了。娘，您挺好的。嗯，我挺好的啊。啊，坐那儿坐那儿喝水。哎哎哎哎哎，哟，嗯，今儿怎么老太太这儿还带着朵花儿啊？哦，你说那天呢？对呀，那我妈妈那天过生日。你瞧瞧，老太太乐了，哈哈，来着了。哎，今儿我过生日。对喽。哟，老娘您是哪年生人呢？是。我生于昭和十二年，日本人呐，怎么按着日本？不是我这个，我就是反正是差不多就那个岁数吧啊，哦哦哦，挺好。是，你可不许走。那是，待会儿喝杯酒，嗯，吃碗寿面，应该的，那是应该的啊。赶上了就是，空手来不合适啊。得了，那个我给您念一个增福增寿经，好不好？嚯，您还会这个？过去大户人家讲究，是是是，这日子口请。和尚，嗯，高搭法台念增福增寿，对，大排宴宴，是的，是的。我说我学过这经，我给您念这经吧。哦、好啊，老太太乐了，嗯，等会儿等我躺下，你再念啊，嗯，干嘛还躺下呀？躺好了，拉过白床单了。哎呦呵，这是要听经了，嗯，道长成就。赈济疆场，嗯，摘除千城，上香设拜，叹息呀、啊，海中将生好，快滔滔孽子招迷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忘在世上走一遭。接的接的不是接的不是僧接的什么叫杜敏俊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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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进来看老太太睡着了，嗯，睡了，嗯，啊，睡了，嗯，哦，啊，是，等我回来，干嘛？你们这就眉来眼去的，这是？你妈睡着了呀？睡着说也行啊，叫我出来心噔噔跳，是，哪屋？哪屋？
干嘛去你？哪屋做饭呢？做饭，你这厨房啊？啊，对，就厨房，厨房，啊、厨房。我们俩赶紧奔厨房。哦，把门关上，插上插销，拉上帘儿。你们要干嘛呀？和面呐，和面干活啊。哦，这你们平房没装抽油烟机。哦，关上门是怕这油烟子出去把老太太熏着。哦，关上门怕老太把老太太熏着。对对对，你就不怕熏着啊？我们会人工呼吸啊。哎，怎么去？没听说过。这干活的啊，做饭忙活呢。是，外边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于谦那个儿子惹祸。惹什么祸？于老师的儿子大家都知道啊，非常可爱。啊，谢谢啊，谢谢。谁跟你客气了？那我刚说你儿子他们那喊郭小宝啊，咱别玩笑啊。啊，于老师儿子怎么能叫郭小宝呢？是吧？就是啊、也通过这个事儿看出咱的为人来了。嗯，做好事不留名，就这个呀，这叫好事啊。啊，人叫于小宝，哎，于小宝，还有一个家里的爱称哦，叫张王李刘赵孙杨。哎，好嘛，就是不姓于。嗯，很可爱小朋友、啊，今天高兴啊，在家待着是惹祸了。惹什么祸？哎，他的母亲，孩子的奶奶，嗯，好抽烟。是啊，有一个烟袋，对，让这孩子给摔坏了。哎呦，这个烟袋可不一般。对，乌木的杆儿，翡翠的嘴儿，白铜的锅，好东西。这是你母亲心爱之物，就喜欢这个。想当初过门子时候，是你姥爷给的，那是陪嫁，最爱这个了。嗯嗯，当年日本兵打进中国，嗯，两队日本兵冲进你们家。啊，一队日本兵把你爸爸抓出来，哎呦，一队日本兵搜出这烟袋，啊，日本军曹这儿拄着刀，让你母亲只能挑一样，哎呦，老太太眼泪下来了，是吧？一指你爸爸，哎，把他弄走吧，哎，弄走了。你爸爸抓走第二年生了你大姐，那年头，说实在，你先等一会儿，你怎么呢？什么时候生过我大姐？不是，你爸爸从那个日本兵营跑出来了，那还对。一出门，当一枪撂那儿了，还是没他事儿啊？这个不是打腿上了，没死了，打腿上了，一转身掉山涧里边，啊，还是摔死了。不，山涧里边他有这个拖着的草，哦，就软的，哎，他掉石头上了。嗨，你折腾他干嘛？踩着石头他就上来了，他跑回去了。日本兵端枪等着他，还是死了吗？没，别折腾这个，啊，没不重要，说的是不重要。反正这个烟袋很好，就是好东西，让你儿子摔坏了。老太太一撩这帘腾就起来了啊，好，诈尸了啊！追这孙子啊，站住！张王李刘赵孙杨啊，就别提这个了。爷儿俩这院儿，啾啾啾，嗯，最后抓到跟前儿，哦，老太太攥着这孙子啊，嗯，就没有你这么淘气的呀，这真生气，啊，你怎么这样呢？啊，啪啪！真打呀，这轻轻的打，这还轻轻的打呢，轻轻啪啪啪，嗯，打累了把手里这斧子扔下啊，斧子呀，那不是剁烂了吗？没用，没用刃，没用刃，哎，用背儿也受不了，啊，反正老太太很生气啊。孩子一哭，你媳妇儿在厨房听见了啊，不对不对，我儿子哭，赶紧看看因为什么啊。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等，你们干嘛呢？在屋里头做饭，穿着围裙呢啊，穿着围裙，赶紧啊，赶紧出去，撩开这帘儿，打开门，蹬，嗯，开了。我干嘛去？你媳妇出去啊？我一瞧，我也看看去吧。你也去吧。怎么哭上了？啊，连裤子都脱了，不像话了！您这。好家伙，我到院里一瞧，啊，吓坏了我了。怎么回事啊？你媳妇跟你妈娘俩打起来了，动了手了，裤衩满天飞。好家伙，太乱了！我也不敢搭茬，啊，我也不敢劝架。嗯嗯，站旁边看着。哦，到最后你媳妇急了啊。老太太，老太太，我告诉您，不能这样。是你打我，你不能打我孩子。没错，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孩子不是于谦的，知道吗？嗯，老太太乐了啊，这个降得住我吗？不怕，于谦还不是他爸爸的呢。哎，去你的吧！后来呀，他们家这哪有后来呀，啊？您这还都连着的。这个相声，这个打这个民国时候就有，啊，这是传统段，传统节目啊。嗯，这个反谁站在里边就说是谁家的事儿。那可不嘛。我们只是从生活当中呢又提取了一些于谦的真事儿，充实在这个没有哪还节目当中说啊。嗯，好多事儿一说一乐。对啊，哎，于谦没去过洗头房。嗯，这东西反正哎。哎，你怎么单挑这事儿？你往回扯呀！一次半次，咱实话实说，真
无所谓，这个玩意儿就不什么叫无所谓？啊、没有过。我实话实说，无论谁要说于谦品行不行的话，嗯，我真能跟他翻脸。这不说错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啊，啊，谦结婚那天，嗯，就感动的我们都不行了。感动什么呀？我在外地拍戏啊，于谦结婚，我特意飞回来。啊，他见面他也很激动，是兄弟你来了，我说怎么了哥哥？应该呀、啊，嗯，一年一次，干嘛不来 啊？一年接一回啊，我说就百年不遇的好事 啊，来吧，到这一瞧，好家伙，高朋满座，盛友如云，那是 啊，这边女方家属，这边他们家家属，对，这边好，他爸爸跟这坐着，嗯、对我爸爸还是试水、哎、那风范，哎，老爷子，哎，服务员，嗯，哎，行，不要这个，那俊的那过来，去。没有这么没溜的、哎、人这女方家属是这份儿、嗯、他们行、啊、哎呦尤其他岳父嗯西装领带金丝眼镜、哦、老教授啊讲话的时候他岳父着实的让我们感动了他怎么说的今天是我女儿嫁给于谦的日子嗯我很高兴我先给于谦鞠个躬我干嘛给我鞠躬谢谢你、啊、谢谢你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小两口了对嗯按照中国人来说这是小登科之喜啊，对，希望你们白头到老，举案齐眉，祝福嘛。我也没有三个两个的孩子，就是这一个女儿。哦，交给你呢，我可能这一辈子心愿也就了了。嚯、哦，希望你好好对待她。嗯嗯，可能是我把她宠得也不像样子。嗯，在日常的生活中，如果有说话不对的地方，看在我的份上，请原谅。这么客气，老爷子说的，我们都快哭了。嗯、啊，他老岳父这份儿啊，不错。当然，这结婚之后，谦儿做的110。咱也没问题啊除了去过一回洗头房真的怎么还提这个哪儿去过洗头房就倒霉就倒霉洗头房了怎么了洗头房门口贴一条嗯减价3天马上拆迁要来快来不来后悔好家图便宜谦儿是个过日子人呢知道吗、啊、我上那儿过日子去对他来说走道不捡东西就算丢好家伙这便宜能不去吗哦我去了是不是也给家里省点啊啊这是省的事儿吗去了结果人警察叔叔来了给抓走了你瞧这事儿闹的那天市里不是大检查吗、哦、像谦儿这样的一大堆大老爷们都跟那蹲着、哦、不是我一个啊，警察叔叔这都打电话吧嗯，单位领导家里来人都领吧往回接好一会儿这厂长来了啊，一会儿那车间主任来了、哦、要不这媳妇来进门又骂又哭、嗯、场面很尴尬是谦儿跟这蹲着心噔噔跳、啊、哦，一开门他岳父来了、啊、老头来了老头气的眼镜都快掉了哼于谦儿嗯我是念书人我不能打你哎呦我也不能骂你是你做的太不应该了没错我说的话前言在耳你是怎么对待我的啊真的我的女我小伙气坏了 啊警察直劝、嗯、老大爷别生气别生气啊、是是认识他是吧啊认识这俩人压在一块儿啊啊对把他也搁进去了